新闻继续来看是阿里山地业生产合作社春季优良第一竞赛成绩公布，一号伫咧金鱼潭乌花大酒店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和茶米展售，其中乌龙组的特等奖是由新东兴地业的吴明刚来获得，新平镇组的特等奖则是由侯祖辉来得到。阿里山地业生产合作社春季优良茶竞赛总共有170点参赛，其中乌龙组参赛点数是103点，评选成绩特等奖1名、头等5名、金一奖16名、优良奖40名、淘汰41点，淘汰率39.8%。新品竞组是67点，评选成绩特等奖1名、头等2名、金一奖10名、优良奖39名、淘汰15点。淘汰率22.4%。第一，咱来讲，你对阿里山地的比赛地，你唔免烦恼，因为以往可能有发生过讲别个所在伊的比赛地有人模仿用外国地啊啥物来，但是咱即马政府把关，我们在比赛前10天，就是必须把每个地拢参加比赛地，咱爱上去农粮署检查，搁爱上去。检查伊的 DNA， 你是台湾人还是混血儿，吼，还是外国人，这拢检查出来哦。再来就是说，我们的茶叶的农药系数，我们是检查的哦。我们还要送评科大，我们费用都是很高，但是为了我们国人还是所有国际观光客把关，这些钱我拢敢蛮去开。所以，我们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的品质绝对是可以保证国际化的。嘉义是茶乡哈。那可以说，咱整个山区啊，你若来到嘉峪关，可以看到啊，满山遍野啊，都是茶园啊，而且啊，看起来跟那地摊同款哈。那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山区的财富。那我们已经种茶种了50年。那每当的春天啊，就是啊，春那地啊，比赛的时阵啊，包括当天的时候当阿地。那现在春茶比赛，今天啊，我们的合作社那也揭晓了整个得奖者。那我们希望。所有的爱好嘉义阿里山高山茶的朋友们，那可以准备来买茶了。那我们的茶叶品质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的药检跟品管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有很好的茶师傅，所以买嘉义茶绝对不会吃亏。吴江良表示，今年春阿茶虽然嘉义地区降水不足，地价生长受到影响，这地期间天气良好，地林这地工价优异，这出的地汤。滋味甘醇，整体品质比去年较好。嘉峪关高山茶是政府挂保证的优良好茶，这种的茶米非常的抢手，嘉义饮茶的朋友落手就要及时，唔通错过。阿里山地球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蔡惠英表示，虽然受到天气大寒的影响，产量减少，茶青品质不一，但是茶农表现优异，60%以上的茶米达到优良茶标准，整体参赛水准相当高。恳请爱茶人士多多支持优质、安全、品质上好的阿里山高山茶。新新闻中央新嘉义县采访报道。用海水煮一碗用清意，用雨水泡一个人情意，用露水冲一杯暖心意，嘉义你的地理上亲。加优先，你有介意无？你嘞？